日都係天際一百，咁而家喺呢度等緊。後宮吞啊你啊！好啦，我哋去緊後宮天際。哇，好高啊！你講啲笑。兩個而家對面就啲富貴碼頭，呢一度咧。呢個真係好高啊！呢個叫 Sky 一百。度咧都可以，都可以食下嘢嘅呢度，係啊，即係同樣有啲 coffee shop。我睇下啲畫面。呢個就是喺下面咧，咁啊，我哋睇好快睇完時間一百，睇下個圖畫先，獅子山。第一酒店，叫你碼頭，都大頭，大霧山。你登你個大就是個鬼登啊！跟住呢度呢度碼頭咁大，咁呢個係十幾年。因為今日有啲霧咧，覺得好似做嘅。对面有湾水。
的目的看得更加清楚，我的地点。香港大部分地方咧，即係呢啲嘅景，呢個景咧咁樣睇都係即係真好上過嚟嘅，第一次。係啊，第一次上嚟。啊，天際啊，呢度天際啊。係啊。最高嘅已經100樓啊。係啊。用101樓。兩蚊用100。香港係最高係佢。係咯。我睇下你發現好这一度呢就是个天际即是个天桥这边给大家看。这就是元芳站。那我们就可以天际一百。